于心灵书语，经常会在社群上和粉丝分享生活大小事。近日，她惊喜宣布喜讯，透露自己怀上第三胎了啦。林书语晒出一家五口的照片，可以看到两个宝贝拿着超音波照，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温馨。而她也在内文中透露，曾两次没顺利生产，情绪复杂的说道：“经历过两次忘了带东西又回去拿的宝宝，发现你的当下，我真的只有害怕，不敢开心，是怕又会再面对离别。在怀孕的过程中，甚至有出血状况，时不时会检查出血量，让她忍不住直呼很害怕。不过最后她也感动直说。”直到医生照到你强而有力的心跳，我才忍不住眼泪直流。我不害怕了，你也别害怕，健健康康的在肚子里慢慢长大哟。让看完这篇文章的粉丝们纷纷到留言区恭喜他呢。